回锅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？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，隔壁王哥给的五花肉冷水下锅，放葱姜料酒，煮熟捞出切片，下锅边炒出油汁，放姜蒜干辣椒豆瓣酱豆豉，炒出香味，加生抽老抽猫油调味，最后放青红椒和蒜苗，一炒五六七八下就可以出锅了。